我了解，现在抹黑韩国瑜是坐火车都装不完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深得民心，成为2020最强人选，伴随而来的却是各界铺天盖地的追杀，继五点声明惨遭炮轰，妻子李嘉芬又被抹黑，收取150万出版费，连国民党的蔡正元都乌龙指控韩国瑜拿党主席吴敦义4000万，甚至传出连女儿韩冰都不放过。打我打完之后，就把我老婆抹黑，下面一个可能要抹黑我的女儿。但是我爱与包容是有个限度，如果一旦抹黑到我的女儿，做不实的指控，我一定会提出法律告诉。任何父母一定会保护孩子。即便各方围剿，蓝绿夹杀，韩国瑜反而越挫越勇。最新民调显示，若蓝绿对决，不论民进党推派蔡英文或赖清德，韩国瑜都能以将近50%的支持度压倒性胜利。真金不怕火炼嘛，他是平民出身，他也用平民的角度，那么来带领这个风潮。我想台湾现在整个政治文化是往这方面走，这些抹黑大概就对他是没有用的。韩市长这一段时间虽然每天吃了很多褪黑激素，每天吃一颗，但是我相信他也看到国人对他的期待跟肯定哦。清者自清，谁在认真打拼，谁又只会抹黑攻击，人民眼睛雪亮，通通看在眼里。记者张大勇、光军台北报道。